就是遇到了，所以就只好去面对。刚开始也是很难过啊，然后但是就觉得说，就是一直跟着医生的话，然后就照着这样去做的话，然后把血糖控制住的话，宝宝生下来健康，自己也比较放心这样子。那好像生第二胎。还是这个之后再看看，排斥吧，妈妈不会排斥啊。但是其实也是说，生第二胎之前的话，可能在这方面又要再咨询一下医生这样子。妈妈。